我是前日幾號？我唔記得咗。十七。係十七號嘅。十七號。嗯。上晝、下晝。上晝可以坐車，中午左右就到。就過去支援。係啊。即係你有心有咩心理準備嘅？即係會。心理準備嘅，咁都都預咗係，即係有諗過可能係會走唔到咯，但係係冇諗過佢會以即係呢種好似折磨咁嘅方式，每日咁樣。係咯，搞你一鑊咁咯，依家。你覺得你受嘅折磨係指啲乜嘢？即係例如好似個萬歲炮車咁啫，即係好明顯就係佢消耗咗，即係消耗咗前線嗰班指揮者全晚嘅體力咯，係啊，即係跟住到最尾就一舉就成個前線鏟氣咯，喺下邊嗰條路咯，我唔記得叫咩名嗰條街，七行道南。係啊，係咯，那個位置，因為其實嗰晚都看得出嘅，即係如果真係水炮車加裝甲車咁樣連埋去，其實前線嗰日人數又唔係真係好多，其實絕對係綽綽有餘嘅。即係你話真係要武力驅散咧，一兩個鐘係綽綽有餘，即係以我嘅經驗啦。但係嗰晚佢搞足你一晚咯，你明唔明？即係佢之後佢咪想將，即係我自己感覺啦，佢就係想一消耗你啲體力咯，二就係、是。係咯，即係見你掟汽油彈，咪多啲黑材料咁咯。咁譬如你嘅家人知唔知道你而家滯留緊？啊，佢知啊，知啊，即係佢第一晚已經知啦。咁第一晚先，咁佢哋感受點樣？冇啊，我媽都幾支持我嘅，係啊，佢話佢咪話加油咯，即係走到就走咯，佢話唔好放棄咁咯。即係佢冇勸喻你去即係自首啊，或者？哦，冇，佢係叫我。係咯，佢叫我一日未，即係一日未去到盡頭都冇放棄住。咁你而家個精神狀態同埋你個身體狀態咧，你係有咩覺得？即係啱啱你話真係好難受啦，咁樣係點？可唔可以形容下？就例如佢成日咁你知道抗爭者之間會有啲咩 Telegram 嘅 group 啊嗰啲係啦，咁以我所知就。好多流料啦，嗰啲即係成日就嚇嚇你咁啦，即係好似今日咁又話咩呢個 Y call 啊咩 set call 啊成日洗樓啊，咁其實就結果發現係冇啲咁嘅事啊，因為嗰陣時我自己身處喺 Y call 啊，啲人話洗樓啊，咁但係我其實望落去一個人都冇嘅入邊，係啊，即係一個警察都冇嘅。你覺得呢個啲咩策略？呢啲咪所謂呢啲我自己咪覺得即係佢折磨你意志咯，即係令你成日精神緊張咯，即係就好似其實你好似講翻前晚咁樣。即係你講緊指揮者同駕駛架車打到咁激烈，咁其實你即係你現實啲咁諗翻，其實警方嗰邊只不過係喺度企啫嘛，係啦。咁跟住你嗰架水炮車只不過係個司機揸兩下撳個掣，其實佢哋對佢嚟講消耗其實好少嘅啫，明唔明？係啊，即係係咯。咁其實但係佢對指揮者嚟講唔同啊，佢自此一響號嘅時候就個個好緊張，即係係咯。咁咪即係嚴重消費，即係嚴重消耗指揮者體力咯。講緊嗰個即係深層次嘅意義啦，就係話點解你哋要守城大理大？點解你哋守理大？同埋你覺得而家政府用呢個消耗戰嘅方式嚟去，即係呢個策略嚟對待你哋？點解守理大？其實背後諗翻，其實又真係冇乜特別嘅原因咯，守理大。但係即係點講咧？訴求啊！即係一直以嚟都係以嚟。係啦，訴求其實一直冇變嘅，咁但係你話所謂守理大，點解要同個政府對抗？其實可能係真係源自怒火咯，係咯，即係源自怒火咯，即係你嬲咯，你明唔明？係啊，即係你可能做啲嘢其實冇意義嘅，例如你守住理大，即係有咩意義？咁係咯，咁但係你即係你會想同佢對抗咯，你唔想俾佢即係為所欲為咯，就係咁。點解要你覺得係要點解嬲咧？點解鬧？咁就其實都一直有好多嘅，咁最主要嘅時候梗係六月開始啦，係咯，咁就係反送中運動開始，咁咪大大小小都有積埋，咁你民怨就爆發在所難免嘅，係咯，即係咩警報啊，例如個政府係咁講大話咁樣，係咯呢啲。啱先話其實你係想走噶嘛，即係。係啊，未走到啫，走極都走唔到嘅，其實。你有冇諗過自首，或者你有冇嘗試過逃走？嘗。呢幾日你話你冇瞓過啦。幾乎啦，係啊。咁你做
即係會做啲乜嘢？做啲乜咪 upload 住自身狀況咯，即係或者睇下邊度有得走咁咯，係不外乎呢兩樣啦，係。你係啱先話你讀緊？係讀緊書。你覺得你會點樣形容自己可能一飛嘅？我不嬲和你飛嘅，好和平啊。但係可能即係近期，尤其可能喺理大呢度，當示威者同警方對峙，都會可能用汽油彈啊，或者即係咯抌唔同嘅用箭啊咁樣，即係你自己點樣睇示威者咁樣做？幾有創意咯，係，咁我百分百支持嘅。咁即係因為始終你要明白，汽油彈唔係由6月9日一開始就出現噶嘛，係因為隨住警報嘅提升啊，警方武力嘅使用增加，咁樣咁示威者自然武力增加，我覺得係好合理嘅一件事。出面都會有好多聲音啦，可能叫喺理大入面嘅示威者，即係唔好放棄，你哋要堅持住，我哋會揾到方法救你。即係呢啲會，佢哋啲講法會唔會增加到你嘅信心，或者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種等緊佢哋會救我嘅心態？係咁一定會嘅。咁但係都要知道，始終係靠自己嘅，因為佢哋都好難真係真係伸到隻手過去救你。咁你知，好似前兩日你真係示威佐敦尖沙咀都係打到激烈㗎嘛。咁但係始終都攻唔破警察嘅防線，因為始終你要知道武力懸殊真係太大啦。係啊，即使你話你有汽油彈咁。係咯，咁但係你有汽油彈，即係個射程都爭好遠啦，成個射程係咯。即係如果你今次出翻去啦，如果你好好彩係冇被告啦，你仲會唔會繼續參加？參加應該會嘅，咁都係嗰句咯，咪諗下，咪即係咁今次咪當經驗咯。下次你 feel 到可能佢又想圍你嘅時候，咁咪早兩步走咁咯，早少少穩定窿路走咯，係。你對出邊為咗你哋而為藝？為藝救趙的手足有什麼說？都很多謝他們的，即其實你說，即有些人說為何供那麼久供不到入來，其實是的，即 我自己知道是因為真的武力太懸殊的，所以你說救是不是真的救不到我們，那是不是真的怪他們？我自己又不怪，即我理解的，是的，真的差太遠的，即有些人不是說你想救就救的嘛，是的。其實你即都成，剛才都不斷說，其實你自己是很清楚示威者同警方之間個武力係差距好大啊！咁其實你對呢場運動係樂唔樂觀？咁照依家睇就靠下國際聲音咯，可能靠下美國啊，靠下條人權法案咁咯。係啊，咁你話你淨係靠香港示威者自己香港自己救就真係嘥氣啊！我自己覺得係。只靠自己就難啲咯，唔話可唔可行，難啲。因為始終你要知道香港咁得罪廣告就係你做信民，其實我哋唔死噶嘛。係咁變相就係好多人變咗好多所謂中間派啊，係咯。即係可能佢哋唔反對呢樣嘢，咁但係佢都唔會真係落場支持嗰種。覺得而家其實係咪已經係一場戰爭？而家都算係嘅，咁點講咧？即係但係你示威者冇即係冇啲足以抗衡嘅武器咯。你如果有嘅，係一早內戰緊嘅，我相信係即係話大家都有槍嘅時候，咁咪即係打咁咪打㗎啦。即係等其實好大部分人都係驚你支左輪嘅，好老實講係你見佢哋開橡膠子彈咁，其實都冇人驚，真係同佢打嗰班。我覺得最大原因是慣了，因為他開得多，你識勁了，自然不覺得沒什麼事，就好像你以前14年都譴責催淚彈，你看現在你都不會覺得有事，一樣而已。你會不會願意冒著受傷的危險偷走出來？會，咁始終是會的，因為 你可能你受這些除了實彈槍，你可能受啲橡膠子彈、布袋彈的傷害，你是好得翻噶嘛？係你可能頭一個月就好得翻，但係你如果俾佢告暴動，唔好彩又告入咗，咁就可能一錯記錄咁，周瑜咁樣。即會寧願可能就受傷好得翻嘅傷。係啊，去換取自由。係啊。